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OP Channel， 我是光竹，老皮，耶耶 ，OK， 好了，今天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刺客教条四，刺客教条四，那我们今天一样继续破我们的主线，上次破哪里的？上次好像破到我们要去那个吧，西印度海，就是我们的那个啦，中南美洲不知道什么海啦，哦，反正就是我忘记要去哪里，因为隔三四天了，玩就知道了啊，玩了就知道。已经忘记了。哦，开始了，开始了。在哪里？快到了吗？舰队任务成功。哦，亡命之徒。老皮后来发现他有个那个舰队任务，是你可以指派舰队去执行那个啊，反正执行任务就对了啊，反正就是执行任务了。然后他就是回来之后他会送你宝石跟白银哦，就是你可以把你抢来的船，就是抢来的船，它不只是只有，就怎么讲？就摆好看，他就是还可以把他派出去执行一些任务啊，打船战啊什么的。OK， 好啦，那边的堡垒有没有打下来了？我趁那个大家还在那边喊名的时候，不是啊，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就把它打下来了，自己打下来了啊。看看地图，堡垒我打啦，在哪边啊？我还蛮远的，这么远。等一下我任务去哪里？还是我走反了？哦，这么远啊。好啦，我们瞬移过去好了。我们直接瞬移过去，快速旅行。哎，啊，撞墙哎，刺客没有啦。那个，你看那个，我是已经很久很久了。中午玩这一地有看到我有吗？我那时候我跟那谁啊，我跟 P 一起在那边玩啊，两个人一直死。OK， 到了，这里吗？哦，那边的堡垒看起来不好惹哦。应该是没问题吧？我看他怎么绕过去。哦，拿手，好了，我们直接过去应该就 OK 了吧？附近要港口，好啦，左满舵，直接上岸了。对，我要花很多时间啦，我就尽量都是以先破主线为主啦。啊，私底下我会自己玩。With your blouse. You're welcome to Nassau, gents. Everyone is that does their fair share. Fair share? What is this, a fucking monastery? We was led to believe that Nassau was a place where men did as they pleased. Safekeeping others from doing the same, aye? Captain Thatch, as I live and breathe. What is this magnificent muzzle you've cultivated? Why fly a black flag when a black beard will do? What brings you two gents this far north? The word is, Cuban governor himself is fixing to receive a massive gold from a nearby fort. 他们也是为了黄金而来的。Until then, it's just sitting there, itching to be took. Governor Torres himself, eh? Sounds promising. 托勒斯总督。Welcome to Nassau, Captain Vane. Mr. Rackham. 范恩跟汉克，瑞克汉。Where can a man find a bit of rough? 哦，这个我也啊，没有啦，这个我不会想啊。这个身为一个正直的船长哈，我们是千万不可以啊，随便起邪念啊。虽然看到那个应该是酒女吧，酒女还蛮正的，正，哎呀，正。好啦，那我们听到那个西班牙总督，他们好像就是要护送一批黄金，是不是？哦，所以说其他两位船长看来也是对这个黄金有意思。好吧，我们去看一下吧，先往前走一下。我对黄金也很有意思啊，是不是？啊，黄金那么赞，这边有个叉叉哎，看到没有 ？Nassau 啊 ，Nassau 的这个旗帜，原本他这边旗帜是挂英国的国旗哎，对啊，现在已经挂那个海盗旗了。已经被我们领土了，贿赂啊！这官员啊，不想理他。好啦，那我们直接去港口吧。西班牙总督，这边可以看到我的船吗？那边是我的船，是不是？哇，战列级有没有？战列级，收服了新船。哇，不愧是我们的海盗港，哈哈，人人自由，人人欢迎啊，人人欢迎。好啦，先直接上船吧，这里吧。老皮也想来一炮吗？我只是用船开炮。是啦，好，这样欢迎我回来，是不是？这么兴奋啊？
让我们航向世界的尽头吧。航向大海，快速旅行选单。他要不要洗劫念吗？九女阵阵，我会看他坐在旁边，我觉得就有点心痒痒，心痒痒。哎，不行啊，不行，我们这个不是十八禁的节目，我们这个是好吧，二十一禁的节目，怎么越禁越多，对吧？就是不要啦，因为我怕等下被变台。如果说你太夸张的话，其实退局会被你台。哦，好啦，我们接下来地方前进好了，那边可以快速旅行吧？基本应该是可以，我看一下了。在哪里啊 ？Naso。哦，我们的目标哪边？这里吗？不是吧？不是这里吧？金色的目标，那跑很远。看一下好了，西班牙，我记得西班牙它不是在这附近吗？哦，这边，这哪里？要塞。哦，主线任务要塞。不过那边好像没有快速移动的点哎，看来还是要等下开过去。这边呢？过去吗？快速旅行。哦，可以。啊，我们看附近有没有点，这边吧。这可以移动吗？可以，快速移动。不行，主线就不行了，只能移动到这边。这边我记得我们也把它占领了，不是吗？对吧、啊？我们已经占领了。太血腥，退去都不会变了。是还好啦。如果说不要太夸张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变。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太离谱，什么喷肠喷肉啊，然后还被玩弄它，可能就被变了。我就尽量不要，而且杀小孩是绝对不行的。哦，就是因为在这是美国法律嘛，退局是美国的那个，只要小孩被杀或者是被怎么样，绝对不行。只要出现在荧幕上面，就绝对被变台。对、啊、听说之前是有人玩那个杀小孩模组，上古卷轴杀小孩模组，结果一杀哦，台也跟着被杀了啊。对呀、啊，不行，不想快速移动，那你要移动很久哎、欸，我开过去那要半小时吧，半小时听我开船嘛，很嗨哟，很嗨哟，很嗨哟。一城余生二折半，一城余生二哦，那就还好、啊，没什么画面，但是尽量不行啊。你只要有的话，就会被ban啊，没办法，成人就没差啦。国外对于那种保护小孩的机制是非常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好了，我们先去吧，又要哼嗨哟了。然后老皮在那个关台自己玩的时候啊，然后我打下了港口嘛，然后我还顺便升级了一下迫击炮啊、重炮，还有船尾炮跟船首炮。别人说我现在的船已经啊所向披靡，啊区港口啊放个几发炮就把它打下来了。我打次给你们看啊，打次给你们看。现在超反、欸。其实我觉得这个叫《老王》里面那个船帆系统做的还蛮不错的，对吧、啊？它那个风向改变的时候，它船帆也会跟着改变。好、哦，炫炮船，对呀、啊，超酷炫。我们要去西班牙的地盘啦、啊！去西班牙洗地板，个大岛，登警戒区，进入警戒区了。然后我还剩下撞脚，看到吗？我看我的船，前面多个撞脚，好吧，准备要撞别人的脚，撞别人的脚趾，撞别人小拇指，一定很爽。对啊，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专门那种武器？如果说我以后是军事开发人员，有没有？我就做一个那个。强力撞别人小拇指的那种兵器，自动兵器，好像搜索别人小拇指。哦，任务开始了。对啊，你看，不用杀敌人就可以把别人摧毁了，摧毁敌人的意志。So, what do you do with your share of the gold we take from Governor Torres? Return to Africa, prince among men. I cannot return to a place I've never been. I was born in Trinidad, a slave from my first breath. Ah.But wouldn't you feel, I don't know, more welcome there? As you might feel more welcome in Paris. Fair point. 讲这种话不是很白烂吗？ With this skin and this voice, where can I go in the world and feel at ease? This country here is my best chance. This country called Jackdaw. Oh, where I know the name of all citizens and they know mine, and we work together. Not always out of love, but to keep our country afloat. I understand you.Let's take her then. For the citizens of Jackdaw. 好，好啦，这个刚才我们说要打堡垒啦，现在这堡垒可以打了。你不想看还不行啊，不想看还不行。堡垒任务啊，真的假的？没问题吧？要先把城墙打掉，打掉之后我们还要打那个肉搏战，因为我之前有打过一次。
他会有一个护卫舰吧？刚好有护卫舰。好吧，我们先用高射炮攻击他们。哦，好热血啊！哦，对方都害怕了。Go go go！ 哦，再发再发，去血！转向！呜呼！没中没中没中！哎，没中啊，没中！哎呦，危险危险危险！来又来又来又第二发第二发第二波第二波 ！OK OK， 快快快快快！快转快转快转！哎，再发再发，先把上面先把上面解决掉啊！哦 ，Incoming！ 小心炮击！打穿好了，小子来啊！哇，好险，好险，好险！怎么那么衰啊？前面有暴风雨啊！这运气也太差了吧！ Full sail！ 哦，对方对方防御塔快，然后快爆掉了，抓紧啊！哦呀！哦！呀！海涛还要船，绝要他。区区一条小船，一样跟我打，气我中炮啦！呀 ！OK， 接下来就是攻城啦、啊。攻城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攻城时间。啊，来吧，宝贝！OK， 你先迅速进来。待会会牺牲掉蛮多人的，所以要小心一点点。Attack！ 指挥官，指挥官，传送船很严重哦，正常啊。欸，一艘船打一个港口，欸，开玩笑，对方有石头可以当做那个什么碉堡那些东西来掩护，你没有啊，你只有船木板，区区木板怎么跟石头比，对不对？你拿木板敲石头，你有看过把木板把石头敲烂的吗？好不好？千年神木也没有吧，是吧？杀这指挥官，在前面。这个绕过。跑下去，跑下去，跑掉，跑掉！想跑？
战情室，那就对吧？哦 ，Well, hello, Your Excellency. 哎，居然是他 ！I'd got word you might be. 啊，对对，他在总督啊。Face pirate, but your name was borrowed the last time you spoke. Ah, yes, I recall, Mr. Duncan Walpole. I missed that one. So, what's a Templar Grand Master doing so far from his Castillo? I'd rather not say. And I'd rather not cut your lips off and feed them to you. 还跟我耍嘴皮子。2 years ago.We offered a reward for the sage's recapture. Today, someone claims to have found him. His gold is his ransom. Who found him? 看来我不用点东西是不让让你讲话喽。A slaver by the name of Lawrence Prince. He lives in Kingston. We like this story, Torres, and we want to help you finish it.But we're going to do it our way, using you and your gold. Oh, 看来我们收服神奇宝贝啦！啊，黑旗！不错，不错。OK 啦，这样我们拿下就是要塞。它其实要塞真的不太好打。要塞的话，你要先打海战，然后再打陆战。对啊，还要先攻城。哦，现在考地方了。不过他说那个罗伦斯，他有提供贤者的那个线索资料。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话，他或许跟贤者有什么关系吧？对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想找贤者嘛，我们想要找到那个啊观厕所的一个神秘位置，所以没办法要找到他。好啦，开船过去看看吧。快速旅行解点解锁了，先修个船，修复神奇堡垒，对不对 ？Something I can help you with. Pokemon Take Your Code， 这是什么 ？Castle Take Your Code， 好不好？神奇堡垒，我修复神奇堡垒啦！升级好像没什么钱，算了，先存起来好了。关厕所最佳的例子。I would help you lose the homes, Captain. 我以为是西班牙人，还有吓一跳。罗伦斯有之贤者，什么东西啊？罗伦斯有之贤者。好啦，先看看开船过去吧，还是得要出海。虽然说是暴风雨，罗伦斯哦，事情很奇怪。他会知道贤者，我相信他一定跟贤者有什么关系的、啊，对吧、啊？如果我们可以从他上套一些话出来的话，4000多码，有点远。收手。哎，二级钢铁。对啊，神奇堡垒啊，黄金算什么？矿石比较好听，矿石比较好，矿石也没什么用啊。啊，对啊，矿石确实是啊，矿石的话可以拿来弄船什么的。不过重点是要钱嘛，就是有钱就可以请别人办事情啊，我们就不需要自己来啊。哎，不能收服他。好啦，4000码，风大雨大，唱个船歌吧。哎。下雨天不能唱船歌，是怎样？怕你宝贵的喉咙会烧瞎嘛？啊，就这个下大雨有没有？然后边唱歌啊，边开口啊，雨又灌到你喉咙里面，是不是？对啊，为什么不能唱歌？唱歌啊，哎，唱歌！船长跟你们唱歌，你们不服从？哦，就一个给我一个踢下去啊！这个木板给我拿来啊！这个准备看找到那个有鲨鱼的地方好不好？我一个一个就把你们刺下那个木板啊！每个人给我走那个什么？你刚才常常看那个以前的卡通有没有？不是船长都要海盗船长都要把人家弄那个吗？木板上面去，然后 要他走嘛，然后如果不走的话，他在后面刺你，把你刺下去为止。这搞什么鬼啊？不服从船长哎、欸，开玩笑好吧？一国之长啊、嗯，叫做总统或者说什么元首啊啊，好吧？一船之长，船长开玩笑，船上就是我的国土，有没有？刚才讲寒鸦国，看到吗？寒鸦国开玩笑，虽然说我们的国土不大。哦、也没有什么女人、啊、呵呵，但是还是不错。哎，皇家护卫舰资料在前面，好友分享给我的皇家护卫舰哎，等一下我要不要打、啊？这个好像有点恐怖哎，要打吗？29级，10000元，英国海军雅典娜号，大家看好了，好吧？毕竟我们现在这个船舰也升级哦，不相信这区一艘船可以对付了我们。
三艘船啊，三艘船也没问题。三艘船，哎、欸，你好，你好啊，安安，大家安安，安安你好啊，搁浅啊，安安你好啊，你很好，我很好，吃我的炮啊，吃重炮啦，哎呀！等下沉啦！哦哦哦哦哦哦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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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威猛，我错了，我错了啦！敢必打哦！还有猎船呢，家长嘉年华是不是？海战嘉年华没问题啊，来啊，宝贝来啊，多来一点，宝贝我还要。宝贝，我还要，呜、哦，来了来喽！突然开火了，哎呦，好凶哦，好凶哦！发！大混账！不要闪开红火！红不到啦，红不到啦！不可能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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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要爆了要爆了！不行了不行了！呜！要掰啦！还有鱼嘞！哇，这么凶残！太恐怖了吧！长城炮打不到，先拖回距离好，先拖一拖点距离，先修想办法修船。哇，要死要死要死了要死了！停手啦！停手啦！呜呼！暴风雨暴风雨不要啊！等一下龙卷风！我的爱情就像一阵短暂的龙卷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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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我不，我不，哦哦，不要啊，龙卷风，实在龙卷风了，太恐怖了，真的，好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先把小三干掉好了，好吧，这个小。小不冷啊，大则乱啊，我不知道怎么念啊，随便啦、啊，往这边移动，看来没办法了，一定要打掉金士顿。就发现这个事件、欸、好想杀哦，不行，我一定要杀他，我要杀他。哦呦，这样我路过要欺负我是不是啦？对啊，小不冷则乱大谋，没错没错，你看我都语无伦次了。这样对待我，这样对，三艘船，然后打完之后还一艘船跑过来凑热闹，打完就算了，还有一个龙卷风，太莫名其妙了，分明就是要置我于死地，好不好？我就不相信天气晴朗我打不过你，开玩笑，海是我的伙伴，只是刚才他忽然那个来，他就是比较脾气比较不好啊，我不相信风平浪静他脾气那么好的时候我打不过你，不可能。再次草猛弄鸡公，鸡公并蹦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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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啊！我记住你了，小人，就是你们是不是？刚才那团一直乱，乱什么乱？一烧一烧来，英国人啊！英国人，我是英国人。英国人，哎呦，这为什么我船员掉到海里面去了？等一下，你不要想不开啊！哎，
哎，我们这场我们还有撞角。呜呜呜呜！不要不要！还想开火？还想开火？今天有那个破解炮了。暴背打法，梯制战法，你干什么啦？在挡路啦？挡什么挡？超远距离？哎、欸、啊，厉害啦！开玩笑，哇哇哦，天生神力，有没有那么扯？这哪一国的？我看奥运选手也没办法抛这种距离吧。开玩笑，天生神力，丁字战法，这叫做 T 字型战法。干就神钩，这已经可以去参加那个我们的召唤峡谷当英雄联盟。哎呦，干嘛啦？你凑什么热闹啦？有没有问题？你怎样？你怎样？够出队是不是啦？超扯的！越来越扯了，这游戏真的不科学。结束。修复弹压好。常常给到随便的、啊，对啊，难怪就好好珍惜船舰就是这样，莫名其妙，船这样送的啦，哦后面还有，哇是这样，要跟我来个正面冲突，你太多烧了吧，哇哇！大炮嘉年华！你要这样玩我吗？你要这样玩我吗？呜呼呼！快走，快走，快走！哇，太越来越扯了！够了没有？不要啦！停火 ！Ceasefire！ Ceasefire！ 举白旗来！快快快！把手上的白旗拿出来！我投降啦！这太离谱啦！呜呼！OK 好好好，白旗不用拿炮，白旗可以收回去了啊，白旗收回去，白旗收回去，钩子拿出来，钩子拿出来，快快快，消灭旗帜啊，嚣张什么嚣张，了不起啊，第一次看实况，哎、啊、你好、啊，欢迎欢迎欢迎看我抢船，哎呦厉害啦，其实应该在那个主船板上面吧，
你来这边，看我怎么拆什么旗子。呜呼！小子还来，还来？旗在哪里？上面吗？哦呦！这里了，我怎么上去啊？好没办法直接上去了，爬这边吗？哦 ，OK， 破坏，什么英国国旗？偷偷练吗？对吗？偷偷练啊，开玩笑啊！寒鸦号啊！历史改变了。哇、哦，一万银元！我好想送那艘船，可是我如果现在不修的话，我应该爆炸吧？好想用这艘船，可是不修的话，我要怎么玩下去？好，修一下啊！还有两艘。